台湾拍拍照，了解台湾的文化跟文明，理想高。大家好，我是渔夫。OK， 咱在伫台北市啊，倘若我讲过，讲即个也要买外省的，即实在就爱去即南门市场。那么南门市场一定是百年的即菜市啊，哈、哦。那么南门市场早期就是算讲日本啊，因为日本人啊，哈，后来伫南门遐附近规划了真侪种日本的高官吼、哦，要住的哈。哦所以呢，也有真侪日本人咧住，所以伊南门市场其实伊个前身是迄种啊日本人诶即个菜市啊。不过啊，刚刚进来时阵呢，来人呢还是新的权贵，就是上海人，所以呢，伫南门市场会当买着真侪外省诶即个啊食物啊，比如讲咱看了即、這个从顶馆即个呢吼，即、哦這个叫做啊，即、這个或者心太软，心太软就是中爱心吼、哦，因为糯米者啊，所以。夹起来刚刚好很软，那么包这个红枣在外面啊。再来呢，这是福州粽。福州粽呢，我一个朋友啦哈，伊原来是上海人，然后那么伊来到了这个啊台南的时候，我请伊食肉粽，伊就讲：哎呀，恁的哦，这肉粽做好起来安尼吼，我后抓来台北给你啊，寄一个肉粽来交流一下，就是寄这个福州粽。还有我们看到了这一个臭豆腐，它是属于江浙菜，是清蒸臭豆腐。各个腊肉啊，各个这是千层的这个啊，总共台湾人伫食吼啊，千层馒头，伊即马甲你为你的菜杀来菜啊，从事这个料理啊，食物从哪里来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在继续利用当地的食材把它给发挥出来，这是咱台湾人厉害的所在。后来咱这回来看看啊，这个南门市场诶。中继市场因为现在南门市场已经搬去新了、啊、所以呢我所写的是我所介绍的是在说这个中继市场，我们来去中继市场看看。在台北若是要做外省菜，一个菜市一定要去。这个菜市旁边有以前日本时代的母所的宿舍，转台湾菜市啊，会当去伫个遮尔啊好个环境内底，实在是真罕见。即阵坐来遮附近，阁有接驳车会甲你接来菜市啊。这叫做南门中继市场。要去菜市啊，就是爱明亮，台语讲挑人。走进来就是快车肉干，哦，快车肉干伊个微贵啊微。来，这大连，交通差不多比迄个深工外省人较侪。进大连是伫2000年，当南门市场成立。创始人蔡祖文是甲湖南师傅学功夫来。你要做外省菜，大概都要来你们这边买吧。啊！但是师傅唔拿学湖南的口味尔，连广东金华伊拢真熬。这是南园福州粽。这个南园上界有名的，就是伊的福州粽汤圆加着酒酿。正点的灵魂人物叫做钟奶奶。因的粽拢是用着西梨、圆竹米、甲着乌地肉落去包的。正林群是肉店，这间香记的果冻鸡袂歹食。咱即摆行过来是长兴南北杂货。我知你的较有写，对。大成的年糕啊。对啊，大成师傅做的。啊、哎哦，大成是师傅做的。对，在永和。哦，在永和哦。嗯，周家永和。哦，周家永和年糕。对，啊，这菜中心这也做有名的。这嘛是伫永和，啊，哪样伫永和啊？对。呵呵呵，新生地呀、啊，哦，恁这福州的红烧啊，福州红烧跟什么无同？较香啊。啊，香。哎、啊，爱较甜咧，不是，主要是爱有迄香。嗯，甜，咱家己会当下糖，啊，这就是做了爱会香。你闻看嘛。啊，有个皮肤嘛。口罩免摕，口罩免摕。啊，你着闻着啊。啊，着闻着，足香个啊。对啊，足香个啊。
有，这是正宗的福州红糟。哦，福州红糟。嗯，福林。我头家有学问。福林榨菜，嘿啊。福林。不是贝林哦，台湾福林哦。这四川的嘛哦。重庆对。啊，重庆啦，重庆对，重庆福林。遐来的呀。对。关中进口。嘿。伊个榨菜嘿是要食。直接吃或者炒肉丝，炒肉丝啊，炒肉丝的话很好。对啊，这上这青这无香的啊，这稍微辣。你也是要包肉粽，全部的肉粽的材料拢在吃。相信咱八十岁一定有四十几年的历史啊，伊的产品有三百几种。中华火腿，1952年开始。满油泉的金华火腿是伫南门市场有70年以上的历史了。常常有媒体来甲因采访，非常的出名。哇，这万有泉，还有两个店号。这座山来个看卖者，哇，新潮。够聚落。腌菜、双白菜、腌菜、蔬菜、花哦。较早的人较辛苦，青菜生出来了爱长皮，那像迄韩国泡菜安尼爱藏足久，啊所以就爱甲处理，啊甲处理就爱腌啊，爱用醋，爱用盐，爱用盐。这是等于就切切的让切了嘛？对对对，是啊，炒菜也是做汤也是做菜。以前创于民国33年，战前呢，日本时代呢，哈。就是说。又来，这是啥？八宝饭啊。边的啊。边的八宝饭。战前就有迄个叉烧包啊。啊。较早台湾嘛是中国人。啊，即马变成凉凉啊。这是福州包还是对包？我这是算啊，这算福州包还是什么山东包？比较难啊，是外省口味，外省口味的哦。没有分什么包的口味跟外省的，没有菜包啊，嘛是华鲜包啊。叫金阳菜包哦。对啊。还是几啊？我最。这一包150啊，85啊，五粒。那有一项千层馒头在网络上真出名。做一个月全部都一样，但是不要直接晒太阳，或者把它焖在室里面。那这个叫什么？千层馒头。千层馒头连海鲜毛的皮。在。台北人真好命，因中国各省的菜拢煮煮的坑坑伫遮，互你选。这种外省菜，看你个人拢做过几款安尼啊？啊，五千来帮你配好。对啊，都帮你配好了，因为佛跳墙都帮你配好了。务实区吧，今下无开。阿姐看过来，这是野猪哥，拢作水，尝天下第一摊。聚源异常的南门市场是非常出名的一摊。中午去什么？哦，你要去什么？这个几乎都，哎呀，什么都弄好了。这个都是熟菜的嘛，不是吗？要去南部的，还是你带这个回去自己去走，自己去。如果说这两三天吃冷盘就好，不一定要冷冻。哦，对啊，可是我一趟车子自己开4-5个钟头以后，没有问题，绝对没问题，没问题吧？甜的是没关系的。正点有一个煮者传奇，不是三言两语会当讲完。简单讲，就是这阵的电视台的口味出来。等到讲起来，在台湾才保存了因中国真侪古早味。青米嘛，吼，拢是青米嘛。哎呀，你嘛有迄个油米啊，你嘛有熟米啊。这间叫做正顺米店，
因为前面喷射水饺拢是冬日现做。上海火腿食品，地台湾猪。好好好，那我知道。你说买三包就。金常万麻辣豆腐拢有啦。你即搭切一挂东坡肉，倒来食看卖。这买买，遐买买，买一堆，即马决定买买这个肉干。哎，有较嫩的吼。哦哦哦哦哦。买嫩的来。买嫩的哦。啊好，爱偌济？我快知，这安怎算？嘿，安尼半斤245，啊，像安尼一包200啦。啊，我甲你拣个嫩个。对对，啊，我即下要，我要带转去台南，要安怎？啊，带转去台南无要紧啦。就不用进口啊。等你买红票，干那拉链。他有拉链带啦，你在车上量了之后，你拉链就会把它拉起来。回家嘛。嘿。啊，对，安尼无要紧啦。无要紧啦。在家己的车顶无要紧，即个。啊，等于爱睡觉吗？免啦，免。不用。免。爱当先冰起嘛，吼。啊，会使，会使，先冰。一个礼拜内啊，不用冰没关系，一个礼拜后。即条天线你如何甲冰起就好。哦哦哦，你是偌岁安尼讲过你哩？对啦，哎，即摆就是甲你煎较软诶，即种伫四个较甜。哦哦，啊无伫四个较软安尼。这样三片帮你称称看。好。三片试看卖啊。老伙仔要食诶，得煎。啊，老伙仔要食诶，煎较软诶。对啊。核心高团已经有70几年诶历史了。现在已经传到第三代，我们的青菜、豆腐、点心，也是蔬菜啊。我们鱼丸这是70年的老店，要分口味啊。这边有。好好好，这是蛋饺啊，这边柜也几乎都是高级的新鲜的海产哦。啊，这人很老爱呢。印多食品还有激光饼，你都是有个洞的，你这个有啊，这也有个洞啊。哦，有个洞啊。这要包什么好吃？都可以。哦，全包什么菜都可以。哦。当然，够精选物件会当选择。除了菜市以外，这也有美食区，这可以世界市场的处顶亭，美食广场和世界上观展。我有较早来，所以还未开，还不要紧，安尼对我好，安尼慢慢啊，给一间一间起来，甲大家分享。有人讲，这间是来南门市场一定爱吃的。这间的酸菜火锅袂歹吃，因为伫菜市啊看饱，所以爬起来吃，煞无啥想要吃。那是无咱门市场台北人买做外省菜，看起来就真歹做出迄种滋味咯。